介绍我的家谱啊。你哪里人？爸爸是兰屿，妈妈是礁溪呀。兰礁人。这样好像不大好听哦。我的比较。好像蛮爱聊波折的。哎，真的。来聊聊往事。我的跟他很熟啊，我讲什么观众都差不多都可以完全采信。是，那你是哪里人呢？台高。台高人啊。嗯。啊，台高人是啊，是一个县，台高县还是台我是人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死了，我都不知道，讲这嘛流行是怎么？还有人叫台高人，潮流要跟着走，看穿以为就知道。现在都是很讲话都是很整天啊，就说、哦、啊，你好酷，好靠，好漂，好生意，好漂，好生意啊，越简单。台高人是台高人，台高人啊，怎么解释台高？我们爸爸台北嘛，妈妈高雄。简称台高、哦，这个人也是太叫安西，很懒、啊。这四个字还能这样简称吗？都取前面的字啊。是啊，台北高雄台高人。是啊。哇，那你这样讲，我都不敢介绍我的家谱了。哦，那你哪里人？家父是基隆，家母八堵。哦，我嘞。我大你大你讲出来。我嘛唔敢讲。你讲嘛。是啊。你们还我中计啊！拍死这边我那老神在在的，这要中计还那么简单呢、啊？哇，这个菜头很早啊！啊，这个，但你也不是偶像，可以聊聊呢。你两个偶像还有什么婚姻问题啊？要避暑节，我们两个还有什么不能聊的？就是太太跑得很早，很早，早人家找闺蜜的。就大家看你的长相，也觉得不跑也是才怪、啊。你这大骨头还很保持吧啦？其实他太太是没福气，刚才是开个玩笑。他这个人啊，善解人意，嗯，也蛮用心的。是啊是啊。你一定有哪里用嫌那啥呢？啊，在在都一样。是啊，看看是身高还是？不是身高，啊、你就你给他挂掉是什么意思？我是想说想到一句俏皮话嘛。好，什么话？老鼠尾巴还长不了大疮。你搞的是什么啦？那这款的跟武功有这种疑难杂症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太不会到，因为呢，我每次跟他做应该做的事完哦，他都明珠双泪垂啊。哎呦，明珠还会双泪垂，是感动还是感谢？不是感动，感谢，是失望的。哎，哦，很难得假单杯哦。哎呦，明珠双泪垂哦，就是讲哦，但是讲啊，其实向来都是处于饥饿状态。其实我们结婚十年，结婚十年呢，话题都提呢，哇，照就照，讲啊这个破嘛。啊。但是大家看到你那个女儿啊，哇，就觉得很安慰，真的乖巧，读书又成绩又好，阿弥陀又长得不像我。哦，真的，不然这种悲剧又延续到下一代。哎，你讲的女人完全不同啊。对呀，上来还哎呦，还秀外慧中，亭亭玉立。对对对。刚才讲了这么多年，太太虽然跑了哈，这个有没有在碰到心仪的人士？这是这样，大家都知道我忧郁症五年嘛。哦，那忧郁，忧郁归忧郁啊，需要归需要啊。需要的时候，我现在跟你讲嘛，还是跟哪里个大光，还别的节目我都不给他的。我那五年哈，拍些导向阳光的太阳。导啊，你讲话拢就唔是想对的，想等导向阳光的太阳。简称什么？导啊，不，一起上。好，导。哎，不是，西药吃太多了。哦。啊，吃开拢有啊。封建武，所以也不太需要这些。不过真的到了一个年纪也算了。对啊。所以台语俗语在讲，二十斤斤，三十米米。啊，这个不容易，不用看，比看天天开心还赚。是啊，是啊，你看飞行的节目，三年都看得到。来讲这个。二十斤斤，斤斤都是一根天一根天。二十岁的人每一根都可以，跟每一根天。每一根哈，哎，讲好，一根天的根哦，一根天啊，一根天。二十斤斤，斤斤拢会上。三十米米。几米几米，就是一天一天。细仔，细仔多细仔啊，无锡，无锡，就是说这个赶集一样，一三五七九。哎，浪刚就对了。哎，浪刚，细仔无锡五十算钱，五十算钱，五十就是要算钱一样。嗯，五十算钱。你是银行的算的。哦，就是五工爱做钱，哎，五十算钱，哎，六十嘞，六十点香，我讲啊，就是初一十五啊，哦，半个月，半个月，啊，二十几斤，三十米，四十不稀，五十算钱，六十点香，七十月月，月月什么意思？一个月一个月，啊，一个月，八十，六，不是，都在是讲话侪，七十啊，七十吧。
七十条，七十是八十四季，哦，四季，一季，春夏秋冬，哦，是在中国的，那九十嘞，对，九十嘛，哎，九十懵懵，我听你北方吹，九十什么懵懵，啊，这啊，懵懵嘞，啊，懵懵，够一百呢。好蒙蒙啊！上面是一组化妆品啊，你啊，你看啊，蒙蒙啦，还够一百呢，好一百，一百徛咧看。来看您的简介，嗯，哎，这个照来讲，老朋友，这不我还年轻哦。你看好棒，你看看，阿德，请打电话，要不要啊？这个我是在传真，不要乱写，阿德。传真。沈芳如个人档案，女的，身高就170啊，哇。对的。是非常标准的，还好，体重也标准，配合这个身材，才54公斤。哎呦，那你这是真的，真的出生地叫台高人呢？啊，出生地啊，那个菜台湾呐，菜头说台高人，台高人就是台湾高雄简称，对不对？就有什么吓死你，这是真正的台高人了。是啊，是是是，那你这样讲，我又还有第二个版本了，我又不敢介绍我的家谱啊。你哪里人？爸爸是兰屿，妈妈是礁溪呀，兰礁人。我的比较好听一点。血型是什么？O 型。O 型啊，啊 ，O 型有什么特性吗？就是很豪爽，人很好，然后不会记仇。不差就进去，不是，不差就变成好朋友。就是很豪迈嘛，对。是是，来刚才聊到这个，你是 pop 里面啊，比如说365天呐、啊，这只要唱到哪一家，他要是说离职的话，大家都是尽量玩，因为你唱的太好了。老板就怕这个生意你一走就有动摇啊，不会了，好到这种境界还好哎、啊，你太客气了，还可以啦。其实我觉得唱乐团有个好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 live 歌手一定要从怕基层打起，就是我很 enjoy 这种环境，是是是，对，所以看你讲话那个感觉哦，要摇一摇的，从动作里我认为我要洞悉人性，你一定很会讲黄色笑话。我不会，我就是这个不会，我就是最差的在这里。啊，不会 ，pop 不是也要具备一两个稍微要应景一下？其实我算是 pop 里面比较异类，像李明德大哥，他可能就是属于他没有讲黄色，他就喜欢讲笑话。那我觉得我的 style 可能比较讲话比较无厘头。这是个性使然，没有办法。哇，那有的时候点歌方面，那你们可能也是可以说是像宝库一样很多啊。可是不会唱也没办法。哦哦，那可是不会啊。流行歌好像只要流行了，他们需要听的，你都会把它学会啊。不一定啊，看我要不要学。哦、自己要看看，也要满足自己的。不喜欢的话就对啊。老哥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洪百惠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歌坛里的新面孔。对对对。非常的清新。谢谢谢谢，是是是，哎，这个因为是新人了，可能有一些问题啊，也从这个节目中访谈中的多，让观众也多了解一下你好，哎，这个是家里是在哪里人呢？高雄。啊，高雄，我南部人啊。台湾高雄啊。哎，对。哎呦，这最巧了，最近常碰到台高人啊。台高是吗？台湾高雄人。哦。这不是因为菜头的团了。嗯。我嘛是较早去澳门噶，就像你的表情。嗯。什么叫台高人？他说啊，台湾高雄嘛。我讲哦，简称。哎，我讲那兼两字啦，台湾高雄，那兼头前是两字。我说台高人啊。哦。啊，但是我回答他也有很多种啊。哎。第一次，我说我是基隆八堵人。基隆。基隆八堵。第二次又碰到哪个歌手忘，他也是台高人。我又想起来，我又回答他，我是兰屿礁溪人。啊是啊，这么个肚子觉得台湾高雄，但是厉害就是厉害，那国外盖对吧？对，对对。哎，我是这个白河湖尾人，简称白湖人，没有。哎呀，台湾高雄的人真的是地灵人杰，那出了不可以说不少的歌手。其实我跟观众一样，对他熟归熟，但还不是很了解，多问一问，你是不是混血儿啊？不是啊，我觉得这个侧面啊，这个把旧的那真的眼睛长得很抠、啊。我是这样讲台湾的，台湾人啊，我的高雄来，哦，高雄又是高雄人，又是台高人，这是真的变不出来了。没有提醒哦，因为我是在高雄的时候，我从很小就很喜欢唱歌。不是，以前有人说台高人，我都给他吐。台高人先，台湾高雄人。哦，台湾高雄。我记得菜头问我就说我是基隆八堵人。又碰到沈芳如。哎，沈芳，哎，那也是高雄。我就说是没有，我就他就说台高人嘛。哎，那我又回他，我是这个父亲是宜兰的，不，父亲是兰屿，好兰屿，妈妈是礁溪。
宜兰礁溪，哎，后来又碰到了谁？谁？又碰到洪百惠了啊，又是台高人，哎，等我讲我也，他也是台高人啊。他又问我说：“那你要怎么回答？”我说：“我是这个，我是白河跟湖尾的。”哇，今晚我肚子里拍谁啊？也想不出来，太高。其实太高应该还好，哎。啊，那厝的几个人兄弟姐妹啊？我有一个哥哥，阿哥有一个姐姐，阿哥一个弟弟。啊，一个哎呀，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。对，我们四个小孩。四个小三个男的呢？对，三男一女。哦，你是第几个？我第三呀。哦，你第三呀？哎。哦，排行老二，男生是老二。嗯，排嗯。很多都是老二。对对。啊，你也排行老二吗？我也是老二啊，真的。不是，我是老三呐。那男的我当然是老二。对，那我也是排行下来是老三嘛。哇，那就。哈哈哈哈，观众讲好行闻嘞，观众现在反应好快啊。哎，就表示大家都还年轻。嗯，你叫王健杰，其实本名还艺名。艺名。艺名啊？对，我不姓王哎。据我了解，这个王健杰呢，户口调查大概有十几万个啊。赚的咋贵嘛？行不行啊？那太客气了，这个名字很蛮公务人员化。对，我觉得他不太像明星的名字。但是已经用了十几年了。哦，放弃又可惜啊。也不姓王啊，我姓柳树的柳。哦，柳。对，王格六个。就是本姓柳，柳树。你的名字也是这个歌坛一绝啊，本名蛮奇怪，叫柳什么？柳，然后展昭的昭，安全的全。柳昭全，对，这是王健杰的本名。柳啊，交管哈，交转啊，交转了哈。那我哥哥叫柳昭安，啊，柳昭，柳，是真的，这是事实。那是要改一个名字。没有，我是觉得更平凡了。其实老黑准和王健杰这类名哈，是跟我们的叶美娟。哦，叶美娟是同一个老师取的名字。叶美娟后来改艺名叫什么？叶爱玲。哦，就是叶爱玲。对，衣冠啊。我就是港台老师何为艺名啊？嗯，那现在就是王健杰。对，马歇老师何为？马歇何为？哦，对对，那个下面人哦，有的时候也要尊重他们的意见。对了，我其实想换名字了。说到名字啊，哎，这个我想，你如果是既然有怀疑的话，你如果改一改啊，可能会有一点助力了啊。那你觉得健杰要改吗？健杰啊，当然应该加的，没改啊。你看到很多艺人用了很多年，我们都很熟，他突然改个名，完了，我们完全不认。对，很奇怪，有些艺人就是哦，改过哪一名啊？改东北后谁？都是一嘛，为什么改？还有吗？还要去想一下，其实并不见得好。对，用到底就用到底。